就是有这种创意 solo 的，真的吗？所以以前比较是就是团体一起的舞，单飞带 dancer 的那种 feel 没感，没有吧？你会觉得压力比你的大？有，是很紧张。对，可是很好啊。大军，你觉得这怎么样？一定很棒啊！第一次看不出来是？第一次看不出来，我也是有这样子的表现很好，而且他的鞋子不是那么好表现。对啊，而且他从头到尾站的比 dancer 还稳。 大军，这就是你不对的，攻击同行。他真的表现很好啦，而且表情非常的自然，嗯，很适合L.O.V.E这个态度。你在家偷练？我没有偷练啦，就想要好啦。对，第一次跳舞，而且还有融入那个情绪。对啊，你自己带 dancer 跟团体这样跳是不一样，其实因为就是有美眉在，可能就会比较偷懒一点，然后一个人跳就会先之前都在偷懒嘛，没有，就是以前是很甜美，其实我在偷懒，比较松散，对，他以前好像觉得团体就我对你的印象以前就觉得很甜美，然后演那个演戏的时候觉得女生是美美，有点像那种古代的那种舞蹈，根本没有看过她这样，对啊，所以我很有刚整个第一次怎么可能？不错，很有机会可以那个。 评分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分数，最高分几分？5分嘛。两个加起来就是最高分，就举牌举牌了，好不好？小薰可以获得几分呢？请给分。